開始新一集的旅遊玩家，咁啊繼續有旅遊中和小卓喺度嘅。23季第9集。係啦，咁我哋24季會唔會繼續？啊，睇下，即係大家支唔支持我哋都係，都係依然睇下大家支唔支持我哋啦。咁啊，有關新一季嘅即係消息會即係有最新消息就會同大家公布噶啦。咁樣，咁啊，大家密切留意翻我哋嘅 Facebook 啦，或者 D100即係本身個 Facebook 啦。咁樣，咁啊，喂，承繼住我哋上集嘅題目咧，我哋就今集開咗個咩世界自然遺產啦。不過在此之前咧，我哋分享一樣嘢先啦。有樣嘢都係啱啱。早幾日發生，阿李豪忠，我同你都一起有份參與喎。咁、就係呢個西澳嘅旅遊局咧，咁啊，即係早嗰輪，即係佢除咗有上我哋節目咧，就分享過一啲即係即係我哋介紹，即係之前都有介紹過西澳嘅一啲地方之外咧，咁啊，其實咧就早嗰幾日。應該做嘅日係啦，冇錯。咁咧就佢哋搞咗個網上 Zoom 嘅 press con 啊嘛。係咯，即係點？你覺得點啊？嗱 ，Zoom 嘅 press con 咧，我就第一次。係。如果喺 Zoom 嗰度開會咧，係。我都之前我都試過一次嘅。嚇。啊，不過咧，之前嗰次咧，就所有嘢咧都係有人同我搞掂曬。係你做大嘢。我到時咧我就坐落去就。董事長咁樣，完全董事長，有秘書去幫你安排嘅。呢一水咧就有啲拗頭嘅，有啲大汗搭細汗。嚇！咁啊，但係嗰朝即係嗰日，即係臨開波之前咧，就係成個檔口得我一個人，嚇，冇任何嘅 support 噶啦。係，哇！我揦住個電腦。喺度搞，喺度搞嚟搞去，大汗搭细汗。诶，嗱，终于咧，都俾我搞掂咗。系临即系开场嘅时候咧，我扮镇定嘅咋。其实系咩？我见你，好逍遥，好他条咁样，好气，翘住手喺度喎，系入戏啊！哇，你知唔知嗰一刻啊？我仍然都不知点算好啊！系喺边度？嗰啲声喺边度出咧？系我搵来搵去。又驚聽唔到聲，咩掩眼，係揾唔到。最後咧臨即係臨正式開始之前咧，終於俾我揾到啦，原來就喺下低嘅啫。係啊，呢個咧嗱，其實就係即係雖然話唔係話即係啲俾呢個即係公開去參與啦，其實就西澳旅遊局咧就搞咗一個咧就係俾香港嘅媒體啦，咁啊有一個咧品酒大師班。嘅一個 press con， 加上咧就係會介紹一啲西澳即係最新嘅消息啊。嗱喺度申明一樣嘢啊，我不嬲都唔飲噶嘛。係嗰日咧，係嗰晚我有飲啊。啊係咩？你破戒啊？咁啊係啊，因為咧即係點啊，即係 OK 啊嘛，都冇醉嘛。咁我就唔係好識分嘅。係咁啊，但係都 OK 嘅。嚇，都開心嘅咁樣。咁啊，其實咧即係都幾有趣嘅，係因為話說其實都始終係疫情關係啦。咁啊，其實我哋好多時以往咧就會有一啲實體嘅記者會，咁啊唔同嘅旅遊局咧都會話將一啲新嘅消息啊，或者一啲嘅新嘅推介啊，咁咧就會透過一啲聚會啦，就向啲媒體咧就發布嘅咁樣。咁啊，但係礙於疫情咧又限聚啦，咁亦都又驚啊變種病毒啊各樣啦，加上又大家去唔到澳洲啦，咁所以有見及此咧，其實都開始有啲旅遊局咧就搞呢一類嘅即係網上 Zoom 嘅一啲記者會。咁啊其實我之前喺節目都講過一次，係日本嘅山口縣都做過同類，即係同航空公司合作都做過同類嘅活動啦。咁今次佢哋又係啦，即係會事先咧將一啲嘅資訊啊，甚至乎即係因為我哋品酒嘛，所以佢都即係派咗啲人咧，就專人送咗支酒咧就嚟屋企咁啊，等你開住嚟一齊品。咁亦都有西澳嘅即係品酒師啦，加上即係香港一啲嘅即係賣酒嘅朋友啦，咁就會一齊去講解一下，喂，其實西澳嘅葡萄酒咧係點樣嘅？咁啊同時間咁我哋平時我
去記者會咧，就即席喺個記者會度試嘅，即係開曬咁啊，飲完就試咁啊，介紹咁樣。咁啊，礙於即係冇辦法啦，即係你冇得喺個即係公眾場所或者個餐廳或者一個宴會室入邊咧一齊飲，咁所以咧就即係事先就即係送到去你屋企，咁然之後你自己開住一齊去討論一下或者一齊去研究一下咁樣啦。咁啊，所以成個活動咧，第一。大家就叫做可以係透過網絡咧，就同啲 media friend 又見下個樣咁樣啦，睇下大家有冇穿，有冇爛咁樣。都幾熱鬧嘅喎。都幾熱鬧㗎，即係大家好開心嘅，因為好耐冇見嘛，同埋又睇到大家啲平時化妝啊，所以咧跟住嗰啲樣啊，我都立定主意㗎啦。乜嘢啊？啊，都唔好咁離群啦。係啊，即係貼貼地啲要。即係下次啦嚇，即係。一有呢啲咁嘅貼咧，係啊，就報名。報名係咪？喂，定係下次我哋自己旅遊玩家搞個 Zoom 同啲聽眾吹下水啊？啊，係有得唔得啊？得喎，得唔得啊？而家難唔到我喎，係咪啊？係咯，可以啊，可以試下喎。等我哋諗下先，即係可以同即係唔多啦，即係幾廿個聽眾去喺個視像見下面咁樣，睇有冇咁嘅辦法做到先。咁啊都幾有趣嘅經歷嚟嘅。咁啊不過咧都可以介紹翻，因為其實西澳未必好多人咧會留意啦，因為始終咧澳洲有好多產酒嘅地區噶嘛。咁其實西澳本身咧都有去過瑪格麗特河，即係River 咧，其實就都出產葡萄酒嘅。咁啊，最出名就有呢個 Chandelier 同埋其實佢 Malot 都好出名啦。咁嗱，呢度咧都可以俾一個少少嘅優惠情報咧，就俾大家嘅。呢、這個都係西澳旅遊局咧，就喺呢一個。Zoom 的聚會度咧就 offer 俾所有人啦，唔包括淨係記者嘅。咁其實咧，因為佢今次就同咗香港一個酒嘅代理商啦，就呢個 Watson's Wine 咁就合作，咁就推介咧就澳洲西澳洲嘅酒啦，就呢、這個Vasifelix and Cullen 呢個品牌嘅酒。咁如果即係聽眾有興趣咧，就即係想試下西澳嘅酒咧，就都可以上網啊。去呢個 Watson's Wine 個網頁度買佢呢一隻西澳嘅酒咧，然之後輸入一個優惠碼，就係 LOVEWA， 咁即係 Love Western Australia 嘅簡稱啦，即係LOVEWA， 咁咧就可以咧就買呢個即係指定西澳嘅酒咧，就會有八折嘅。咁只係網上嘅啫，嗱，今日我哋5月6日播出街嘛，咁呢個優惠咧就去到5月9日嘅，咁我都會將詳情將呢個消息咧就放翻上旅遊玩家嘅 Facebook， 咁如果大家咧即係喺香港，大家冇得去澳洲，又有興趣即係試下西澳嘅酒，或者平時冇留意喎，都想試下喎，咁就不妨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樣。咁啊，即系如果有即系我更多關於世界各地唔同嘅消息啊，或者我哋再 join 咗呢啲嘅即系媒體發布會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樣。佢呢個網咧，即系我都 quick 咗去睇啊。都好多酒，係啊，係啊，酒因為佢本身都即係係一個都幾大嘅，即係葡萄酒嘅叫代理商啦。咁所以都揾到世界各地唔同嘅酒咁啊，所以西澳嘅酒咧都可以喺度揾到嘅咁樣。咁啊，大家可以即係中意飲酒嘅朋友咧，就不妨留意一下啦。咁其實八折都真係幾大，不過咧就只限於即係呢個優惠碼咧，只限於喺網上係啦，冇錯。因為你去到門市你就咁噏咧咁職員就冇辦法嘅，係啦，就處理唔到嘅。咁啊，只限咧網購輸入呢個代碼，咁然之後咧就喺指定嘅酒類方面，即係佢有指定嘅牌子同埋產地咁樣，咁就可以有八折嘅咁樣。咁呢個就係關於西澳嘅消息啦。咁啊，翻翻去我哋今集嗰個主題嚟。咁啊，喂，不如講下咧呢個自然遺產咧，先講咗個西澳嘅先啦。因為我嗰日睇咧就，原來喺西澳都有一個自然遺產嘅。咁啊嗱，本身講一講先啦。嗱，我上個禮拜就講世界遺產。咁啊有成話咗有1121個啊嘛，世界遺產即係加埋有一部分是文化遺產啦，有一部分是自然遺產啦，有一部分是 mix 啦，有一部分是transboundary 啦。咁其實咧，自然遺產咧就佔213個。
咁佢嘅 mix 嘅遺產咧就佔39個，咁即係話有自然遺產呢一個特質喺入邊嘅咧，就 total 有252個。咁咧就其中咧，澳洲咧都佔都有幾多自然遺產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澳洲都好多即係自然嘅風光保護得好好啦。咁喺西澳嗰個咧，哇！我未去喎，呢、這個真係可以下次問下旅遊局嘅朋友，即係會唔會有大家有機會可以去一下啦？咁呢一個咧，其實就係喺西澳咧比較近北邊地區，應該話西邊啦，西北少少嘅地區，咁咧就離開珀斯都一段距離噶啦，就叫鯊魚灣，就係呢個 Shark Bay。咁呢個 Shark Bay 咧就列咗入去做呢、這個世界自然遺產嘅。咁距離珀斯都有800公里，即係如果你揸車，其實都幾遠下嘅。咁啊，當然可以坐落飛機，跟住去到西北部的其他地方，然後再揸車過去啦，咁樣。咁啊，呢個自然遺產咧，就講真，真係點解佢能夠成為自然遺產咧？第一就係住嘅人好少，而佢嘅生命物種好多。咁咧，佢嗰個市中心嘅人口咧，或者叫鯊魚灣嘅人口咧，其實係唔夠1000人嘅。哇，正！係啊，應該好啱你，因為真係好好安靜嘅地方。咁會唔會係鯊魚多過人咧？鯊魚佢都有嘅喎。咁而且除咗鯊魚之外咧，咁因為成個海灣咧就差唔多覆蓋咗10000平方米。嘅地區，咁啊有一部分列咗入呢個自然遺產係屬於海洋嘅地區啦，咁所以咧就都有記錄好多咧就海洋嘅物種嘅，就包同埋之前咧其實好多嘅歐洲嘅探險家咧就即係會一路坐船咁嚟到呢一度，咁就都登陸過呢個地方咁樣嘅，咁呢一個地方咧就點解會成為自然遺產咧？係因為佢話佢喺呢個動物學方面咧，就是、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即係指標喺度嘅，因為佢話呢一個土地咧就生存咗超過10000隻海牛。哇！海牛啊，其實海牛都比較少見嘅，咁啊，即係因為佢起碼有記錄以嚟都至少即係超過咗10000隻啦，咁所以咧都屬於一個海牛一個好重要嘅棲息地，同埋呢度咧有好多嘅海豚啦，同埋有26種澳洲瀕危嘅哺乳類動物，有230種鳥，同埋150種嘅爬行類動物。咁啊鯊魚都係佔一個幾重要嘅其中一個海洋生態嘅物種咁樣咯。咁啊，所以都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自然生態保育區。咁啊，成為咗自然遺產啦，咁樣。咁啊，但係咧就始終呢個地方咁佢屬於自然生態啦。咁如果要去即係參觀要睇咧，都有一啲嘅即係限制咁樣嘅。咁大家如果要去玩咧，就要留意翻究竟邊啲地方入得啦，邊啲地方唔入得啦。跟住有啲乜嘢嘅規矩啊，咁樣都要注意翻咁樣咯。咁啊，呢個就係西澳嘅自然遺產啦。好，係啦。俾个 message 佢啦，系咯系咯，问阿姨，我哋下次可唔可以去探索下呢、這个？我好想睇下呢个鯊魚灣海牛啊，都系啊，其实就算系咯，我不过系咪要潜水嘅咧？都系要啊，要潜水先睇到，系咯。咁但系应该。唔係，應該唔係好深嘅啫。我就唔知道佢究竟響一個嘅咩位置。不過咧，就佢潛唔潛得嘅咧，都下次問翻啲旅遊局嘅朋友先。因為有啲咧自然保育區咧都有個潛水嘅限制嘅，即係譬如大堡礁。大堡礁都是属于世界自然遗产入面的，咁佢都唔系咧所有嘅区域咧可以俾人咧就落去潜水。咁当然啦，大堡礁其中最出名嘅咧就系呢一个嘅Hard Reefs 啊，即系呢个心形潮，即系心形嘅珊瑚礁。咁啊，通常咧如果游客要去呢个地方咧，咁都可以即系坐船啦，咁去到大堡礁嘅其中一啲嘅邊皮，咁然後咧，你要睇呢個心形照咧，就唔係話，喂，我坐船咁去到附近，然之後登落咁唔得嘅，咁啊一般人嚟講咧，都只可以坐呢個直升機
就上去即係上空咁兜個圈，咁然之後咧就由上面咧去睇呢個心形嘅珊瑚礁咁樣咯。咁啊之後就再坐翻船咧，就翻降落翻咧，就你原先坐架船，即係咁嗰啲大船咧就會安排譬如浮潛啊或者潛水啊嘅一啲嘅活動喺大堡礁嗰度。咁然後咧你就可以坐呢、這個即係直升機咁啊再。高炒高炒落去咁啊，影相同埋睇呢个即系心形照咁样咯。咁大堡礁都系话唔可以随便话，我中意去边个位噶船派边个位潜水就潜得嘅咁样，都有一个指定嘅地方咁样咯。咁啊呢个自然遗产其实我都觉得几值得去嘅，同埋就算我。其实我不识游水噶嘛，咁我系有两次潜水的经验咧，浮潜唔系真系咩樽潜，咁啊都系大堡礁有试过咁样，咁一来咧就其实你即系应该点讲咧？嗱，澳洲人咧就做呢啲嘅extreme games， 其实潜水都唔算 extreme 嘅，即系但系都有所谓嘅危险性，即系叫做话你需要有。自己知道發生咩事啦，咁佢哋都會係一個好周詳嘅安排。咁第一包括咧，佢都會有一連串嘅叫做訓練啦。咁啊，先試下你究竟你得唔得，或者你驚唔驚，或者你可唔可以操作到簡單嘅即係潛水嘅技巧。咁啊，而因為咧，佢又唔係真係俾你話哇，冇網管咁喺個水度游咁樣噶嘛。咁我呢啲咧咁熬底同埋咁渣，咁渣嗰種咧，就首先第一佢都係要教識你點樣去用個氣樽呼吸啊，然後一啲嘅簡單嘅手勢啊，因為喺水底入邊你唔可以講嘢噶嘛。即係你除唔到個面罩嚟講嘢，同埋你講嘢都唔會有人認到你噶嘛，即係要做手勢啦。咁佢教曬你之後咧，我記得上次咧係因為天氣唔好，咁所以咧我就超級熬底，淨係驚到咧嗰個教練話你唔好 panic 啦，你慢慢嚟，好多嘢睇㗎下邊咁樣。即係佢安撫咗你之後，但係都見可能因為個水好濁，咁佢都會。有另一種方式咧，就是、其實有一啲好初階嘅即係游水唔識游水或者即係潛水嘅人咧，係可以跟住佢咧，其實就係摸住一條繩索，就落到去海底比較即係深少少嘅地方啦。咁啊，然後咧就去睇嘅。咁我記得嗰次咧都幾成功睇到有海龜咯。咁啊，所以都虽然就好渣啦，同埋都系好叫做大龟啊，大嘅海龟啊，即系嗰个教练为咗可以安抚我咧，就话啦，就冷静啲，你慢慢嚟，放松啲，你睇下边只龟喺你脚底游过啦，咁样咯，咁啊都叫做咧，即系辣过下咧，都几满足嘅咁样，咁所以咧，其实你话呢啲嘅自然遗产咧。如果佢有佢好多時候會有一啲類似一啲嘅活動啊，即係譬如潛水啊，又或者即係飛行啊，或者各樣活動，其實咧都可以去參加下咧，都有一啲幾難得嘅體驗嚟嘅。咁呢、這個大堡礁咧，都係其中一個自然遺產咧，我就覺得咧可以俾大家即係推介下話去。即係雖然你話喂。好普遍噶啦，去嘅人好多噶啦，咁样。但系咧，因为你每一次嗰架船咧，都系有限嘅人数嘛，咁所以其实每一转咧，你都唔会话哇，即系喺个海中心咧，系即系人多到不得了啊，咁样。咁啊，同埋你可以拣好多活动啦，你譬如潜水又得，佢又有浮潜又得，咁样。咁啊，一日嘅行程入面咧，又会安排埋，譬如喺架船度有即系系咪应该自助餐，即系类似啲简单嘅即系简餐啦、啊，简餐啦、啊，系简餐啦、啊、咁样。咁啊，亦都当中咧会有一啲嘅保育员咧，其实都会喺架船上面有导览嘅，即系话俾你知啊，其实呢度有啲咩嘅海洋物种啊。呢度点解会咁重要啊？咁样咁啊，最重要最正嘅咧就系，当你去到个海中心，其实咧都几四野无人嘅，其实嗰种感觉咧系几爽嘅。咁啊，所以呢个都如果你话喺自然遗产方面咧，我都觉得系可以推介大家咧，就是、去呢个地方咁样嘅，咁样。
就是呢個澳洲的、就是、海洋的推介啦，咁樣。你有冇睇過同呢個鯨鯊游水啊？我想下先，我有響個頂望過，我就不是很敢落去，因為我始終都是很渣，即係我啲係啲好畏水的人嚟嘅，咁樣嚇。西澳可以啊。是啊，西澳可以同鯨鯊游水，亦都可以同海豚。好爽噶，係咪啊？你有冇試過？好爽啊！我有試過。係嘛？嗰下點？我就浮潛就得噶啦。嗯。啊，或者係即係潛少少啦，總之嚇唔使就帶樽繩嘅嚇。咁啊，我前後咧就落水落咗六轉。係。即係頭搭尾應該係七轉嘅，但第七轉咧，呢頭落咧，呢頭頂唔順啦，因為攰啊，自己唔知啊，嚇，因為太興奮啦，因為太爽啊，係太興奮啦。咁其中有一轉咧，又係太過興奮啦，呢頭浮呢頭潛咗少少落去啦，即係一掗咁就潛咗落去啦，跟住咧就發覺有一樣嘢咧，唔知乜嘢咧就。掹个后腿，系一嘢就掹翻个转头，系就系咧嗰啲潜水教练咧，系即系嗰啲导赏员啊，系就因为咧我潜得落去咧就太过近啦，系近嗰啲鯨鯊吓，非常之危险。你太兴奋啦，咁佢啊一喺度一路咁啊一路夹住我哋噶嘛，系啊，一手咧就拉翻个转头，我惊你游咗过去之后就已经吓，因为原来已经系好贴噶啦。啊咁但系鯨鯊咧好純嘅，系佢唔會去攻擊人噶嘛。系啊系啊，咁但系咧就問題咧就係因為咧你咁樣發咗入去啦，嚇嚇親佢就嚇親佢啊嘛，驚嚇親佢啦，佢有啲反應啊，啲擺尾啊剩啊咁樣，一擺就擺到你啦，咁就好危險啦。哦，係噶係噶係噶，我就記得我嗰次咧，雖然就唔係響啲自然遺產嗰度睇，就應該係響 Bora Bora， 咁啊都有見過，因為其實咧嗰次就係可以落去咧，你係掹住個船側邊咧嘅一條木棍咁樣啦，咁然後咧你就浸個頭落去咧，就睇下邊啲鯨鯊遊過嘅，係啦，即係其實咧嗰度咧就即係 Bora Bora 嗰啲就有少少係都會用少少方式，即係譬如抌啲魚落去咧，就引啲鯨鯊過嚟嘅，咁你就趁佢過嚟嘅時候咧，就浸個頭落去咧就睇咁樣咯。咁係因為佢每一次咧你可以落水嘅人唔多，咁所以就上次就我其他啲同伴咧就落咗去睇咁樣嘅，咁佢都話其實都幾震撼嘅，因為你會見到一條好大嘅魚類，然之後就喺你側邊咧，即係喺你好近嘅距離咧就遊過咁樣咯，好似個大巴咁樣喺你隔離嗰度駛過，慢駛，係啦，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呢啲經歷咧，其實都幾正嘅，咁喺澳洲即係都可以去即係感受到咁樣啦，咁啊呢個其中之一啦。喂，澳洲咧，另外有一個咧文化遺產。其實應該都叫做係雙遺產，雙遺產係啦，就是文化加世界遺產，就是呢個 Uluru 啊，就係呢個叫做咩啊？北領地入邊嘅呢一嚿石，而家呢嚿石唔俾行咯喎。其實一路都唔俾嘅。而家係叫做嚴禁。係嚴禁係啱嘅，嚴禁係啱，因為咧嗱呢嚿石如果睇視像會見到啦，就係其實喺北領地就有好多嘅原住民，咁而呢啲原住民本身有佢哋嘅本土文化啦，有佢哋嘅信仰啦，有佢哋嘅傳說啦，咁呢嚿石咧就以往咧就叫做有啲外國人咧就不識好歹。咁去到咧就會話啊，我要登山，我要上呢嚿石咁樣。而當陣時嘅政府咧就都俾嘅，即係只不過是勸喻就係、是、嗱、啊，你唔好爬啦。原住民咧係唔中意你爬嘅，因為好神聖。你當呢嚿石係佢即係應該神主牌，係啦，冇錯，就係佢哋嘅祖先，就係佢哋嘅神明。你想想你被人爬上去的神明是多麼不敬的一件事，當然很多鬼佬 不理啦，但其實這個石本身也都危險，我都沒有理是的，你爬上去是的，這個石是他們很生氣的，如果原住民見到你爬上去，還有因為很危險的，即線了下來就都發生了很多次的意外，所以很金的，都很金，很金的，還有很大風嘛上面，當年我去的時候呢就有一條繩索，咁咧就即叫做咧，如果你真係不聽人言要爬咧，就叫
救下你先啦。但系咧都冻住个牌咧，就话其实咧就唔建议大家爬嘅。咁我觉得而家禁咗咧就更加好啦。即係杜絕咗啲人有呢個幻想啊！即係覺得我要登陸啊，或者我要去呢個地方，因為咧嗰次我哋接觸咗一啲嘅原住民，即係佢係有少少好憤然地覺得，點解我講咗咁多次，你班都係唔明嘅咧？即係而家講緊係我哋一個好緊要、好緊要嘅一個信仰嘅一個軸心。最高點咁樣，而你都仲要拍咁樣咯，咁啊，但係呢嚿石咧，我又覺得好值得去睇嘅咁樣。